我叫刘海科，现在呢是任少林唐宗教育集团的法定代表人，也兼河南省男女散打的总教练。我是自小就跟着我父亲习武至今，我们家的也是武术世家，祖祖辈辈都把武术作为少林武术作为传家宝。少林武术门类比较多，比如说七星拳呐、长虎心意门拳呐、煤气棍呐、龙和拳呐、春秋大刀啊等等等等。它主要特点就是它短小精悍，非攻即防，实战性非常强。它的主要功能是强身健体、防身自卫。同时武术还有一种给人以阳刚美丽这种享受。通过这么多年的训练，我感觉它不单纯是一种技术，它更是一个跟社会的文化。